大家好欢迎收看《Call of Duty Black Ops 3》这个黑色不是 Black Operation 这个黑色任务是吗？黑色行动，这个黑色行动三。今次玩这个 Team Deathmatch， 大家有很多人问我在哪里 download 这只 beta。现在呢，因为是 PS4 做 beta 先的， PS4 的 beta 的时间已经完了。现在是到 Xbox， 即是呢 Xbox 这个都完了，好像去到下个位不知道多少， Xbox 都完了同 PC 添啊，好似就去到11月咧都冇得再玩噶，所以咧其实唔系一路有得玩嘅，系开几日嘅啫。PS4 嗰个已经完咗啦，所以大家如果有 PS4 想玩咧，咁就冇噶啦。而家就到 PS4， 而家到呢个 Xbox 咯，咁由 Xbox 而家可以 download 呢个 beta 嚟玩咯。咁就冇啦 ，PS4 缩爆 to the extreme that it explodes， 点译啊缩爆？系啦，冇理啦。咁今次系 TDM 啦，咁就系用呢把叫 Shiver 嘅呢把 assault rifle 啦。咁即系佢嘅 description 咧，即系佢嘅形容，即系每把枪都有一句去写去形容呢把枪啊嘛。佢就话系呢个 semi-automatic assault rifle， 就系喺呢个步枪系列嘅。咁就系逐下揿噶啦，唔系全自动啦。咁就系佢咧下边有一句写住就话 will take down enemy within two shots 嘅，好似。即系会两 hit 内，即系正常啊，好啦，大部分情况下系两下可以搞掂敌人嘅，但系要中啦。咁呢位嘢重点就系要中啦，唔中嘅话你系濑事啊。咁就因为人哋嗰啲全自动咧，就系非常之快嘅，你唱咗去咧，如果你仲唔中第一下咧，咁你就 GG 嘅。即系如果佢射你先咧，就通常都你死先嘅咁啊。就系咁啦。咁今次讲咩咧？今次讲食嘢。嗱，以下呢个对话咧，唔系。以下我讲嗰啲嘢，先取消，唔系取消，先唔好讲佢有几健康，几唔健康先啦。我知有啲 comment 我唔健康嘅，嗱，唔好理先，我哋唔好理，我哋最紧要享受人生，你明唔明？我哋人生咁短暂，边理得咁多系咪？嗱，我哋唔好理健唔健康先，我哋理好唔好食 ，OK？ 嗱，大家其实想问下大家，哇 ，OK， 你好劲，你好劲。嗱，我哋先唔好理健唔健康啊。大家我想问啊，有冇啲厨艺高手喺度？有冇啲煮嘢食超劲嘅人喺度？但系劲咧就唔代表你煮得好食。我知唔知自己讲啲咩？嗱，因为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冇啲煮开嘢食或者即系识得煮嘢食嘅人啊？嗱，我自己我唔敢讲我识煮嘢食噶啦，识煮嘢食系咪即系代表一定要煮得好咧？嗱，呢个大家嚟去定夺啦，定夺。咁咧就。我识煮啦，但系唔知煮唔煮得好食啦，可以咁讲啦，系啦。咁就我唔要搞好多嘢噶，又要腌肉啊，又要洗菜要嘅，又要洗菜要落 season 啊，腌肉腌四五个钟啊，跟住攞翻出嚟雪啊，跟住把个电饭煲焗两分钟啊，跟住落啲汁啊，跟住我唔要呢啲。我今日想问大家，有冇啲识煮嘢食嘅人啊，知道有啲方法可以喺五分钟之内搞到一个好食嘅一道餸菜出嚟，或者连埋饭咁样咯？我唔理啊。嗱，你唔好同我讲咩。有啊，三分钟啲咩合味道啊，我唔要呢啲啊，我要高一个层次嘅，一定要有饭或者面嘅 ，OK？ 有冇啲高手可以提议下？一啲嘅拣咗十分钟添啦，十分钟啊俾你，好易嘅餸菜，我唔要热，唔要做任何嘢，即系譬如有啲咩好嘅 combination， 有啲好嘅组合啊？嗱，即系以前喺英国咧，好兴啊，即系你落雪啊嘛，出面冻啊，你因为咧如果要去 cafeteria， 要去呢个嘅餐厅咧，要行过去对面山嘅。即系我间学校系黐线嘅，唔知点解可以咧？那个 architect 咧，即系起楼嗰条友可以谂到咧，起喺对面嗰个森林嗰度 ，OK？ 即系你又要预备啲氧气筒啊，潜几公里水啊，跟住行四五日山先到嗰餐厅，所以其实系唔想食嘅，你明唔明啊？所以喺嗰度咧，我好兴喺香港啦，买个电饭煲过去啦，然之后买啲罐头，买啲嗰啲买嗰啲叫嗰啲五香肉丁啊，咩五菜啊，我知好唔健康啊，但系冇计，你明唔明啊？即系冇嘢食噶，如果唔系五香肉丁啊，咩回锅肉啊，系咪点叫？跟住有咩哇呢度有 Kai 啊 ，War Run 又知好型，试下呢个嘅五香肉丁啊，回锅肉啊，咩梅菜扣肉都见过，跟住嗰啲咖喱包啦，嗱去英国嘅人咧，记住带啲去啦，五香肉丁、回锅肉、午餐肉、火腿。跟住呢个嘅咖喱，嗱有人系咪有人就系九月去英国啊？叫佢带晒呢啲去，带啲装备。跟住咧 ，half term 嘅时候，即系十月尾啦，十一月头啦，又叫屋企人再寄多包过嚟啊！如果唔系唔够粮啊，记住。嗱，同埋叫佢带大量嘅杯面去，因为啲鬼佬咧傻嘅，佢哋话 ：，Can I buy up your noodles for like £2？ 佢哋真系会买噶，佢哋咧，
因为他们不知道香港的市价，即是你可能合味道那些逼那些，还要即是他们觉得 很神奇了已经。你知道吗？因为英国那些 cup noodle is shittest noodle ever in the world， 即是完全是不是那些不是面来的 OK。英国那隻有英国都有杯面，那隻叫 pop noodles。咁你一定要试下，你去求其食，去一间超级市场拣，叫做 pop noodles。你去 Sainsbury 啊，咩 Tesco 是但，总之买翻嚟，你系觉得合味道嗰啲，好似系开紧即系开紧外挂咁样嘅，所以叫要带 noodle cup noodles， 叫要带啲杯面过去啊，咁就卖俾啲鬼佬。咁你买嗱，你买翻嚟可能50 cents 50 pence 啊。即是$700啊，咁你就可以买翻 two pounds， 你可以以$30嘅价钱买翻俾佢，你真系会买嘅，佢系傻嘅，啲鬼佬真系攞嚟赚钱。有啲人咧，我个 friend 系带咗两箱去，跟住系赚咗成百几磅啊，成个箱。咁仲有买其他嘢，仲更加赚啦，但系唔好讲啦吓，嗰啲教坏大家。系就系咁啊。咁系啦，其实想问大家有咩好快捷嘅方法？以前咧就最快捷方法就系嗱，摆落张罐五香肉丁，摆咗落呢个嘅。放在微波炉，跟住咪放在碗度，跟住放在微波炉度咯，跟叮热佢，跟住将佢成个咧，跟住另外电饭煲再煮碗饭啦，跟住就成煲嘢啊，就掉落啲饭度，跟住捞埋食就好好食噶。大家有冇啲咩建议啊？咁啊，厨艺高手可以提啲餐单，系咪话 recipe 有啲好简单又好食？即系乜嘢关于食嘢啊？你都可以 comment 啦，照睇啦。就系咁啦。咁今次问题咧就总共啊，成个影片里边啊，我究竟杀咗几多个人咧？今次唔同啊，就咁啦，多谢收睇，再见，拜拜。哇，揿掣喎呢度有，见到佢仲揿掣喎，唔开枪，真系惨。嗱，又上唔到第一名，根本唔公平啊！呢个嘢，我觉得我喺左边咯，而家计咩分啫？计 KD 啊嘛。嗱，第一名嗰个黐线，我19-10，我18-3，跟住第二名，我唔知点解个400分佢点攞，开切噶咪？黐线，喂，系啊 ，Xbox 嗰啲快啲玩啦，就系完噶。